结束。结束了。好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。原本想说，可能这个时间大家可能还没起床吧，或是刚起床，可以来看表演，还蛮不错的，上镜上镜。好没？还没跟我跳一下。这应该算我们第一次参加音乐节。对，成团以来第一次。哎，其实但你直接讲话，大家也听得到。那大家来聊一天。就是。对。成团以来第一次音乐节，就献给潮间音乐节。对。然后还为此就是练了 unplug。哦，我们因为这一次我们就练了 unplug， 然后练了 unplug 之后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直播只表演这一场有点可惜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策划了大概三四场，就是之后还会去女巫店，还有麦巴索，还有哪里？好意思咖啡。哦，对，还有好意思咖啡，就是如果大家听完觉得不错，可以推荐给朋友们来看我们。就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会演 unplug。下一场应该是11月10号。对，下一场是11月10号礼拜五。好意思咖啡。在好意思咖啡。然后EP 快卖完了。卖完了。EP 快卖完了。感谢大家的抬爱，我们印200张，然后就快卖完了，好恐怖。对。那我们那时候印就想说，不要印太多吧，印太多好像放在家里囤货啊。也没人买，很可惜，所以我们就硬做了200张而已，就大家平常印都是印500，然后是印1000这样子，然后对，我们就觉得说啊，这种团可能就是大家喜欢的买一买就好，不过就是其实卖的蛮快的，现在大概剩10几片，所以要买要快，最后抛售，对，但是没有比较便宜，还是200块，终于好了，耶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 Indie Pop。